哋有冇諗起兒童癌病基金咧？有喎，好。咁但係我哋係咪屬於兒童癌病基金㗎？唔係。我哋屬於邊度㗎？香港中文大學莊田威爾斯昌皇醫院兒童癌病中心嘅一個互助組織。個名咁長，你叫人點記啊？總之係屬於香港中文大學。係，知道，記住啦，係香港中文大學嘅。咁咧，我哋呢個合唱團咧，平時咧都會有去好多嘅學校啦，或者社團咧去義務表演同埋服務大家喎。而我哋咁做嘅目的係啲乜嘢咧？鼓勵別人，鼓勵自己。仲有。令大家對兒童癌病有更多的認識，同埋唔想嘥咗你哋啲血。係啊，唔嘥咗佢哋啲血好緊要㗎。咁點啊？咁我應該講咩啊？好啦，咁咧能夠捐血咧係好幸福嘅事㗎喎。嗯，係咪啊？嚇？贊助點啊？